虽然赚钱很有动力，但还是渴望能够突然中奖或者受到意外之财。爱情虽然浪漫，但自己却总想说服对方或者是掌控对方，导致爱情还是有很大的压力。月亮海王星合相在双鱼，同时六分水星三分金星，浪漫并且爱意浓浓的一天，不但心思敏锐，而且还充满了慈悲情怀，所以今天可以进行爱情表白，来一场浪漫的约会或亲密接触。水星与冥王星进入合相之中，在谈到事业发展和组织架构方面会更加严谨，并表现出意志力，同时也会试图用语言去掌控他人。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